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 各位，今天我们的杰诺呢，准备要来试着挑战一下我们的赛莲哦。啊，当然啦，今天打的难度呢是我们的普通赛莲，就先来试个水温哦。先来试试手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。我也不确定会打得怎么样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支无天上的角色挑战赛莲，虽然是普通啦，但还是要专心一下。Let's go，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波爆发可以打多少血量。我记得普通赛莲没有到很厚啦。啊，先集个气。喂，好，来 ，Let's go。塔界天破必死决心 ，Go Go。带接榜，交个无敌，躲个那个黑暗状态，光子射线。哦，哎，差一点。哎，哭吧，洗吧。哎，我天门什么时候掉的？哎呀，哎，感觉打好可以一波哎，哇哦！刚一个小失误，我都不知道天门什么时候不见了。啊，没事，再来我们专心，戳小炸弹，啪一下，交个无敌。哎，没有无敌，哭啊！无敌还在 CD， 感觉我有点后悔开一点点特效哎，早知道不要开这个特效了，有点看得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我没有天上，感觉比较麻烦的是我爆能量的时候很危险，不知道什么比较巧妙的爆能量时机。感觉换接前最好是不是要爆一下啊？ OK， 这个时机是好时机吗？不要再打我了。看起来这个时机不是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快换接了。 OK， 正中间，那我们的爆发也好了，集气一下，一斩，没有防碰撞哦，趴好趴满，要找个好的时机点爆发，绑起来 ，Let's go。我刚是不是被斩到了？看一下这一波可以打多少？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再轰一下。哎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加个无敌。哇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暗夜的鹿耳，好，没有，没事。暗夜贡献够多了。哎呦，这个位置啊，哭啊！我不应该那边放光子射线的。哦哦哦，感觉要小心欸，讲错话，讲错话，专心专心。没有天上，还是觉得有点麻烦欸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哭啊！我贪了啊！回血回血回血！不贪不贪！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这就是没有天上的赛莲吗？是不是很需要一个叫做天上的气息？哇，等一下，黎明的时候有点……哎，哇哦，没有天上光之阶就快被打死了！哦，以前这个时候都是随便乱砍呢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没天上的赛莲吗？我的天哪 ，Oh my god， 太可怕了！我记得杰诺赛莲可以外乡人，是不是？试一下，可以吗？黎明的时候，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外乡一下吗？外乡一下，外乡一下，好像可以吗？再飞再飞，接着飞，绝不落地，绝不落地。OK OK OK， 左飘一飘，左飘一飘。哎，不过我只剩一命哎，压力好大哦。好，再飞再飞再飞。OK， 怎么觉得时间很漫长啊？哎哎哎，哦，被这个被打到没事哎。哦，天上的剑被打到没关系，应该是那个地板的水要躲。那我们继续飞，快换接了。好，换接，在这里。果然直接戳，好，我们准备爆发，离他远一点，集个气，好，来喽 ，Let's go， Zeno System， 塔界天破必死决心 ，Let's go， 来解绑，光子射线，飞低一点，飞低一点，哭啊，削到我的头了，
루틱 전부 쓸어버려. 루틱 기다렸지? 继续继续，开个无敌，开个无敌。哎呦，哭啊！啊，完了，切败！哎呀，怎么刚好那个时候没得飞？哎呀，没事，第一把，第一把也正常了，第一把练习，再一把，再一把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。哎，不对，我起源剩55秒，哎，算了，试试看吧，试试看不开。来吧，卡在边边应该也不用绑它吧，没什么道理会乱跑。我、哦、看起来没有起源的伤害还算够哦。OK， 哎，不过满能量哎，洗法。Gravity， 哎，哭啊，他这个墙壁。算中我2次哦 ，bug 吧。不过好消息啊，我现在天门还没掉，感觉这一波可以打了。哎，大灵月还没好哎，但是不行了。哇，这个爆发，我这大灵月还在 CD 没注意到，有点尴尬。哎，我吃到啊！哇，吃到一点 miss， 好亏哦。我也算打一些了，哇！我这一阶段满能量哎，怎么想都不太对吧？压力山大，这一阶段爆能量，我感觉我连我的天门都要一起说再见了。呜呼！哎呀，我贪了！哎，我天门没掉哎，哦，普通的不会直接死是不是？啊啊，完了，天门没了，拜托这样就好了，拜托。呼呼呼哦，不能贪，不能贪，射一下，趴一下，射一下，趴一下。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把的那个爆发顺序比较好哎。我现在爆发要好了，但等一下要进那个，哎，我怎么站起来了 ？Oh my god！ 哎 ，Holy shit！ 哦，我没有按到无敌，白掉一条啊！不然我这样好了。我集个气，集到换阶，然后进场打一波，有搞头吗？哎，不过每次要爆的时候，我都没大领域是怎样？啊，算了，走吧。没有大领域。再见了，赛莲。好，回去开始飞行模式 ，OK。没事，这次我们有4条啊，各位。虽然爆发顺序非常奇怪，但是这一波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一波基本上不会再打任何输出了。我们就这样安心的等到下一阶段。对了，我帮我的封面拍个好照片，我要飞在上面，飞在这里好了。还有赛莲，一起拍个照，拍个照啊！气死 ！OK， 好，可以上去了。OK， 哎哎，飞过头！哎呦，我的去！我刚刚是不是飞过头？空中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距离还是要再习惯一下。我那个飞机降落差点失败。哎哎哎，哭啊，这样会死哦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怪怪的怪怪的，重击重击！我刚血不是满的、哦。哎，不要再这样了！他在干嘛？为什么一直追着我？啊，不管了啦！哎呦，全部的雷射都追着我是怎样？接个榜，不要再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攻击，可不可以不要在我这了？这地图很宽的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等下可能要在空中爆个能量比较好吧。哎，不过这个输出看起来是很够了吧？应该是稳了吧？可以说那个字了吧，各位？
还是我已经说了？没事啦，我就不信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一把翻啊，我就怎么样？嘿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好烦哦！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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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无敌，无敌！哎，哭啊！封印，我都忘记有这东西了。我刚刚有说翻的怎么样吗？没有说吧？是不是没有说？哎呀，轻轻松松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轻松啦，轻松啦，还有戏吧？哎，这个赛莲也是简单啦，简单啦。那只能说第二把的爆发打的都是真差，那个时机点，这个无天上打赛莲啊，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，满头大汗。真的是满头大汗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也是顺利通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这边最后说一下哦，就是我的暗夜啊，为什么都没有打后续的 BOSS 呢？主要是暗夜的爆发啊，在没有创世的情况下，我只能说真的有点难受。无论是我们的赛莲，甚至是我们的老黑，但是呢，各位，我们的杰诺不一样，只要你想。杰诺的爆发就是非常的安全啊，没有起源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程无敌，有起源的时候虽然会飞起来，但是中间我们可以交个毁灭轰炸，也不太影响它的整体爆发输出，所以我只能说呢，哎，怎么不让我早点遇到杰诺呢？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暗夜也是优秀啦，优秀啦，都很优秀啦，都很优秀，只是我的杰诺啊挑战的 BOSS 应该会比较多一点，暗夜之后的 BOSS 可能要等到解放创世了吧，解放创世会好很多，持续练习。